乐生活笔记，袁用馨主持。欢迎来到复兴广播电台音乐生活笔记节目，听众朋友们晚安，我是袁用馨，又来到了音乐生活笔记的时间了。今天在音乐生活笔记当中为大家安排的是数位大国民还有新音乐快递，而数位大国民为大家请到的这个独立团体叫做 Hush H-U-S-H、哦、同样的会请到 Hush 乐团来和我们介绍他们自己成团的过程，也会聊聊他们对于数位生活以及网络生活的一些看法与想法。那么之后的新音乐快递，今天我们为大家搜集了包括最近在英国、法国跟美国流行歌曲排行榜上一些新的作品的介绍。节目一开始我们先来听到就是在所谓霹雳舞 Breakdance 非常受欢迎的年代里头，来自 Paul and Jerry 的这一首 There's No Stopping Us。
伟大国民。音乐生活笔记节目，这里是复兴广播电台，我是袁永新，来到是为大国民的时间了。今天为大家请到的是 Hush 乐团哦。那么当然我们一开始也会请 Hush 乐团稍微的简单的介绍一下他们成团的过程啦，如何踏进这个流行音乐啊，或者是玩乐器的这个领域。不过一开始先让我们来听听 Hush 的歌曲，这是他们的作品 Everyone's Gonna Miss You。Gonna miss you for your heart is on your way. Oh, everyone's gonna hate you for later, 'cause you will bring us away. We try to say goodbye to you.Word gets stuck within. You know it's something that we did not say. It's hard to believe we're flying away. We all love you and try to remember the day we met. It's just a break.We hope you take good care. Everyone's gonna miss you for your heart is on your way. Everyone's gonna.You will bring us away. We try to say goodbye to you, but work gets dark within. You know it's something that we did not say. It's hard to believe you're flying away. We all love you and try to remember the day.We hope you take good care. It's hard to believe you're flying away. We all love you and try to remember the day.刚听到这首歌曲 Everyone's Gonna Miss You 是来自今天是为大国民为大家请到的 Hush、哦、我们先请 Hush 乐团的团员来跟大家聊聊他们成团的过程，以及每一个这个成员包括了鼓手熊霸，还有贝斯手卡贝，主唱 Hush 等等，他们又是怎么样走进这个玩乐器或者是走进这个音乐的领域的。 Hello 大家好，我是 Hush、第一题是要介绍自己组团或玩音乐的过程。我组团其实从高中开始组，我很多人都一样是从高中开始玩音乐，那一直到后来比较认真是高三大一开始写歌了，然后开始跟就是越来越多很厉害的人一起组团。那现在这个团呢，有鼓手熊霸跟贝斯手卡贝。我们认识的过程很有趣，因为我刚好在海边的卡夫卡上班，所以可以有机会认识到很多音乐人，像熊霸是透过这位太太的主唱黑狼介绍的，然后贝斯手卡贝是透过 Tizzy Bag 的贝斯手哲宇介绍。那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是很多时候我们以前高中热音社常常都是很早同一个社团的社员，或者是其他相近性质的社团的社员一起组团。
那后来自己北上以后，组乐团这个事情，在离开学校之后，组乐团这个事情变得比较困难一点，所以有这个机会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厉害的角色，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开始学贝斯跟组团大概是在大一加入热音社的时候，那之后陆续玩的大部分是 Kobe 团比较多，所以严格讲起来 Hush 是我加入的第一个创作乐团。我是鼓手熊爸，会开始打鼓是因为高中的时候同班同学问我说要不要加入学校的乐队，那个时候乐队很缺人，因为好像有点辛苦，所以都一直招不到人，就大家可能缺一两天就跑掉了，然后他就问我说要不要去，然后我那时候可能也傻傻的就答应了，然后那时候倒没有想的太多，只是觉得好像参加就不能轻易放弃，然后所以就一直打下去了。后来上了大学之后，是我另外一个高中同学问我说：“哎，既然你会打鼓的话，你有没有打过爵士鼓？不然我们来组个团好了。”然后我就跟他组了一个爵士乐团。现在回想起来，当然好像是不是很成熟，但是慢慢的，然后也开始就是接触到爵士乐还有摇滚乐，然后这几年下来也组了不少的乐团，然后它慢慢的也变成是我生活中的重心，然后甚至可能变成工作，所以想回想起这几年的经验其实还蛮有趣的。好，几乎所有的团都是这种 copy 团起家啊，但是这也很正常，因为你总是要学习模仿，然后呢在从中找到自己的风格啊。好，我们来听听，这也是来自 Hush 所创作的歌曲，这支作品就叫做异常现象。是了
你所听到的歌曲《异常现象》来自今天永兴在数位大国民里头为大家请到的独立乐团 Hush。 接下来呢，我们要请他们来跟大家聊聊数位在他们的生活当中被使用的状况。在生活上面的话，我其实还蛮依赖网络的，像是用 MSN 跟 Facebook 跟朋友联络，或是用 PTT 去搜寻我需要的生活资讯啊等等。然后最近开始会比较多用电脑来协助创作跟练团的部分，像是简单的练团的侧录啊，或是自己在写谱看谱等等。然后我自己在练琴的时候也会把琴接到电脑里面，然后搭配一些音箱模拟软体或是跟效果器软体使用。 OK， 刚刚是贝斯手卡贝来代表回答这个问题，几乎他们的生活里听起来都用音乐来跟数位做结合的几率最高，好像也是哦。几乎现在大部分的独立创作者哦，独立音乐工作者或独立乐团，他们在创作音乐这条路上使用数位的几率真的是远较于其他的东西来的高很多很多。而接下来我们就要来聊到了，如果有一天没有网络的话，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呢？如果有一天没有网络的话，自己的生活会有什么改变？其实我还蛮依赖网络的，不管是随时随地用手机上网，或者是在家，其实也一样。那我相信，如果今天突然没有网络了，而且是一个长时间的状态没有网络，一定会，我自己一定会发展出另外一种方式，是可以透过别的方式也让我知道。也可以让我达到像网络一样的功效，也许不会有这么广大的搜寻效果，但是比方说透过电话，透过询问的方式，只是这样子生活上面也许当然会显得麻烦许多。那我想最大的改变可能就会是花费变得很高吧。如果有一天没有网络的话，那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可能会变得比较不宅一点。好，卡贝答案很简单，就可能比较不宅一点。好，那主唱 Hush 就说有可能花费就会变高了，因为你知道在数位里有很多很便宜，甚至比如说你在 APP Store 里头有很多都是 0.99 美金就可以下载一个很好玩的软体，有一些交换软体甚至是 free 的这样子哦。好，我们再来听到同样是在今天数位大国民请到 Hush 乐团他们所带来的这首创作，呵呵，歌名叫做都是你害的。都是你害的，害
睛。当我戴了张开眼就能看清你，有没有一支铅笔能够描绘我爱你的心？复兴广播电台进行的节目音乐生活笔记，我是袁永兴。我们在今天的数位大国民单元里请到的是来自独立乐团 Hush、有的答案是卡贝、就贝斯手回答，有的呢是雄霸鼓手回答、有的是主唱，有的是两个或大家都回答、还蛮有趣的。 OK， 好，接下来我们来问到他们，就是如果有一天遇到17岁的自己，他会跟自己说什么？如果有一天可以透过数位的方式遇到17岁的自己，其实我不会想要对他说什么。如果真的要说的话，就是希望他好好保持下去，因为现在我其实过得也不错。OK， 答案很简单，保持下去，因为好像没有什么不太好哦。这个答案都是比较特别，因为以前大部分都会说你要用功念书，或者是你要早点玩一个音乐然后你以后一定会坚持这条路，所以与其这样子就早点开窍大概都是类似的回答哦。那刚刚他们说保持下去，因为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这是一种很幸福的答案呢。再来我们就来聊到了，有什么样的老东西是吸引 Hush 的团员的呢？有什么老东西是吸引过自己的呢？其实我没有特别被什么样子的老东西给吸引过。真的会比较吸引我的，当然有的时候可能像在淡水，我是有一段时间住在淡水，所以那边都会有很多老房子，或者是有很多比较老的设备。其实我觉得比较吸引我的反而是那一些，也许老房子、老唱盘、老相机，他们背后的故事，或者是那一种回不去的年代，才是比较吸引我的。当初这些人在使用这些东西，住在这样子的房子里面的时候，
那个环境那个生活也许可能是很苦难的，也许是 很平静安稳的，相较之下现在好像因为数位的关系什么事情都方便多了，所以数位反而有一点点把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拉开了，它可能是一条光纤网络的距离，可能是一个城市跟城市的距离。那一想到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对于老的回忆，老旧的回忆，与其说是吸引，我觉得不如更像是，我觉得不如说更像是羡慕吧。我觉得有的时候在现在这样子的数位环境底下生活，很失落的时候，就会想要回去一些以前曾经觉得很安好的地方。OK， 讲了很多哦，老唱盘啦，老唱片，老相机啦，哦，那么其实在这么多老的东西里头，它有一句话我觉得讲得蛮好的，与其说是哪些老东西吸引他们啊，不如说是哪些老东西是让他们觉得很羡慕的哦。羡慕感觉就更强烈了一点。那最后他那个尾巴收尾哦，答案讲得很好，他说有时候人在失落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去想到过去的安好。诶，这个倒是挺让我意外的，我以为年纪大的人才这样，没有想到年轻人也会这样。好，来听听浩氏乐团的这首歌曲《波西米亚》。想问你还好吗？是否还在大平闯荡？大城市的人还忙吗？是否冲散你的去向？而我还是一样，还是像个波西米亚，止不住的无尽流浪，也没有什么值得奔忙。你说你想品尝已过情调的稀松平常，三餐却饭而吃的慌张，美梦也来不及消化。我说你要坚强，哪怕是孩子气的倔强，就算是悲伤也要理直气壮抬起头挺起你的胸膛。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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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迷惘？一切走到什么地方？大城市的四通八达，是否困住你的步伐？我学不会退让，只好当个波西米亚。人生就是一场流浪，东南西北地久天长。你说你想品尝已过情调的稀松平常，三餐却饭而吃的慌张，美梦也来不及消化。我说你要坚强，哪怕是孩子气的倔强，就算是悲伤也要理直气壮抬起头挺起你的胸膛。有眼泪就流下，世界更宽广。
今天在世卫大国民情的哈士乐团最后要问到这两个问题，请他们来聊聊关于这个所谓的声音数位剪辑软体大量的被应用在流行音乐当中，他们自己的看法是什么哦？还有就是如果可以用数位改变未来的一件事情，他们会想改变的又是什么呢？对于流行音乐当中音乐技术的使用，其实我都还抱着蛮正面的看法。或许有些人会认为说，例如说像 Auto Tune 之类的技术会可以让一些其实不是那么会唱歌的人也可以出唱片，然后因此有些反感。但是事实上仔细想想看的话，你会发现也许摇滚名人堂之中其实有很多那些摇滚之神其实歌唱技巧也并不是那么的完美。所以我想其实重点并不是在于说歌唱技术，而是在于你音乐中是不是传达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如果说数位生活可以在未来的人类世界里面有一些不一样的影响或改变的话，我希望它可以是去影响人的，去改变人的。比方说像我们现在常常拿着数位相机听着 MP3， 我们可以从那些数位科技产品里面去看见常常很久没见的朋友亲人，或者是随时随地听不一样的音乐去改变自己的心情。可是这毕竟是一种由外而内的数位解决的管道，也许这个有一点抽象，可能如果从比较哲学的角度来讲的话，比方说今天如果我很难过，我有没有办法把这个难过给数位化？或者是我很快乐，有没有办法把这个快乐也数位化呢？虽然说就是把这些情绪都数位化以后，好像就可以解决掉自己的某些情绪低落或者是心理上的一些正负的问题，虽然听起来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但是也许真的把人的一些感官、把人的一些思绪、把人的一些情绪反应都给数位化的话，我想那应该又会是一个更好玩、更不一样的数位生活。如果数位生活可以在未来人世间面改变一件重要的事情的话，那么我会希望可以的话，就是什么事情都不要改变。对于声音数位线性剪辑软体的使用，他们的一句结论说得非常好，那就是音乐中的价值是不是真的能够被传达出来？那至于他是不是使用了数位线性剪辑软体，有没有大量使用，他们觉得都只是一种过程、一种方法论啊。真正的重要的事情应该是这个音乐里头的美好或价值是不是真的能够传达出来。至于如果可以用数位改变未来的一件事情的话呢，哇，这个答案很新鲜。如果快乐可以这个数位化，或痛苦可以数位化，比如说快乐可以换成2公斤，数位可以换成500公克啊，这是某种程度的量化数位化，那这样子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或者是得到这些东西的话，那到底会不会代表的是更人性还是更不人性？这也的确相当值得去深思哦。好，我们在今天的数位大国民请到的是独立乐团 Hush， 在这个单元的最后听听 Hush 乐团的这首歌曲 Rock and Roll Star。Chase my